伴随着一阵欢呼声，韩国超市 Mega Mart 在上周五正式剪彩开幕。旧金山东湾菲利蒙市长高旭佳与市议员等纷纷颁发褒奖，感谢超市服务当地社区。这间分店是韩国超市 Mega Mart 业者在湾区的第二家店。对于超市开在当地社区服务周边民众，当地市议员感谢 Mega Mart 为社区带来美食和人气。Mega Mart 超市提供许多亚洲、韩国的食品，店内不仅配备熟食寿司区，甜点区也有各种精致糕点，蔬果区备有新鲜的蔬菜水果，韩国水果、韩国梨等一应俱全。肉类区不仅牛羊猪肉品齐全，还有涮火锅的各式肉类。饮料区有各种烧酒和饮料供顾客选购，超市里也有深受女性消费者欢迎的韩国化妆品。